拼接靴呢，它就是异材质拼接，这一双就是大一号39的女生带40，然后它是这样子拼接感的，然后前面是做一个尖头，然后前面是有这样子鸡皮。这样子是鸡皮的，它虽然那个筒高不是说特别低，但是它不会包覆到你们的脚，因为其实这一双靴子应该差不多是我的尺寸啦，就是穿起来大概是这样子，还有一点空间的，所以如果你们要塞袜子啊，就是再穿一些自己的裤袜在里面，这个也 OK。 对，这一双奶茶是我之前就有称赞过它，因为它的颜色是真的很漂亮的，就妞妞一定是有帮你们精心挑过的，它是属于那一种淡淡的奶茶色，而且因为两个拼接的皮质不一样，因为前面是麂皮，后面是那一种一般的皮，对，是那种皮的料子跟麂皮的呈现出来的颜色会不一样，所以其实它会有一点渐层感。对，然后这一双靴子呢，也是不管是谁穿，我觉得肤色都会很好看的。黑色就是好搭。对，那如果你们奶茶色拿到的话，就是多了一双比较特殊，然后有气质的靴子。其实奶茶色其实蛮好搭的，因为觉得好，就是不是显黑的那种。它虽然是尖头靴，所以就是要说大一号带，对，就是39的女生带40。对，好吧。好。